哎呀，高远度已经横轴不够了，就是你的空翻高度低了，转体后手翻啊，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满足了编排要求。哎，分腿前空翻叶格调空翻换杠，哎呀，这里出了蹬杠回环，他今天一上器械就杠抓杠，这个地方过了，你看他调空翻。部分选手做都是这个叶格啊，要么就分腿，要么就是屈体去做，做直体叶格，这个 F 做难度是很难的，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只能看。哎，尤其是开场的两个连接是一模一样的，但它的完成质量，可惜了。还有弯曲的程度，这个休息员高低杠，哎呀，他这一串连接啊，本来是一个异地的连接的掉下器械，有任何的闪失要求成功率更高，因为在世锦赛奥运会上个人全能它只计算你一场四套，看了啊，毽子直体后空并腿正套360。